碗的辛拉面。小碗吗？小碗吗？含蓄一点好吗？我也是能吃的碗。干嘛？你拍我啊？我刚刚很危险的饭，大碗我也是吃的碗。吃完要还30分钟跑步机的。啊？哎，还有这种啊？有盖章，盖章好吃。什么东西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应该能吃得完吧？真的很夸张，也想看一下泰国拉面，但是不知道泰国拉面哪一个好吃，怕买到那种又么花香的那种。冬阴功汤的这个是好吃的啊，真的。等会儿我就去开一个，哎，是不是应该可以买一个小鸡蛋放在里面泡手？可以，贵59块钱，这碗26.9块，黄天鹅，我们可以吃的。OK， 走。迈着嚣张的步伐，这个奶茶非常好喝，认证，好喝，巨好。五春堂的藕山楂梅梅平谷白桃，我尝一个老香港冻柠茶，还有杨枝甘露马蹄水，就什么魔法茶这种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是名字花里胡哨这种东西啊，多汁小精灵可以。哎，你说那个山楂梅梅会尝一下呗？还有荔枝呢，我天，可以了，它可能是快过期了，你知道吧？万一人家搞促销呢？90天啊，那还有很多，那可太久了。快点污蔑人家！菠萝很好喝，认证。芒果好喝，哎，番石榴很好喝，还有一箱了啦。知道知道。我们去吃那个许久，跟空客意面一样吗？冰淇淋要不要来一点？问他了。有的人简直不要太开心。最喜欢逛超市。幼稚果。真的200，请选择付款方式。刷脸呗。成功。哦，真的耶，我化了妆还能认出我来，可以。小红书。